现在到了，你马上就能见到我们的邵老师了，小心点。他原来可是研究逻辑的。你来了，我想你已经猜到，我是邵老师。见到你是我的荣幸，不，该荣幸的是我。来，过来，坐下。我猜想，现在你的心情嘛，有一些奇怪。多少会有些沮丧，你能看出来。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. 其实所有被调剂到哲学系的人，多少都会感觉到有些沮丧。这种沮丧事实上也是正常的。你相信命运吗？不。为什么不呢？因为它给我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。这就进入了哲学范畴。你为什么会来哲学系？你来因为你知道一些事，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，但你可以感觉。你整个高中都在感觉，有些东西错了，你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它就在那里，像海德格尔的存在，让你疯狂。他让你成绩总是不好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应试教育。你回答得非常帅。和我一样。你不觉得我非常帅吗？你很帅。我从来都很帅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专门学习了逻辑论证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，全面论证了我是最帅的，绝对最帅的。现在我还开了一门课程，是在周三晚上的。你有空的话去听听。选择看看你的前途，选选你的将来。吃了这个蓝药片，你去转系，包你想转哪里就转哪里。吃了这个红片，你还待在哲学系，但我保你可以做王德峰的研究生。Remember.可是王德峰的研究生。这就是我们系，在光华西楼。在这里的老师有教马哲、中哲、西哲、逻辑、宗教、伦理，所有东西。他们的人品都非常好，你可以随时去找他们。西里有钱吗？什么叫有钱？你怎么定义有钱？难道盖几座楼，买几套家具，把自己打扮打扮，买辆车？装装酷，那样就算有钱了吗？精神才是最重要的。世界发展到了21世纪，一切物质文明都在蓬勃的发展。我们把这叫做现代，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非常的落后。
思想上 shit。哲学系。